身边的那片田野啊，手边的稻花儿香，高粱烧来红满天，娇儿我送你去远。关注哈 啊！谢谢谢谢谢谢啊！谢谢大家，那个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圆儿小汤圆儿，谢阿布，谢我胖，谢军哥啊！谢谢大家，汤圆呢是一个唱歌跳舞讲故事话的主播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一下，别忘记勾一下我的直播室通知，然后手机用户点一下我的头像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圆形的爱心，大家这边点一点啊。有意做场控的私聊一下帅气的伏地魔哥哥。主播哪里人？你心上人OK 完美，然后再给大家带来其他的舞蹈啊，帅气这话我喜欢，我是事实求是是不是OK 好，稍等一下我换个歌曲。
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新秀，燃爆心就在这里，我是小汤圆，大家喜欢圆儿可以点一下我关注啊，然后大家有意做这个场控的私聊一下麦序上哥哥，欢迎宝丁哥啊，欢迎大家，然后这里帮汤圆点点心啊，点点心签个到，然后就可以点心了啊，帅气的人会点心，我看谁点一下心OK， 还有最后一个舞蹈，现在还有四分多钟还早，啊，谢谢胡，谢谢萝卜哥，谢萝卜啊，我点了，有眼光，万花丛中独宠汤圆一朵，真好。哦，你苦瓜，不好意思，看成萝卜了，怪我了。然后大家也把就是右头的关注，大家一起点一点啊，这里。右键然后点击关注他就行了，真好。最后一个给大家带来什么，我看一下，女儿国，你们看过这个女儿国这部电视吗？电影谁演的呢，忘记谁演的，赵丽颖演的那个主题曲，今天刚听了一下，行，等一下就给大家跳这个啊，头发有点乱。